是 Ambrose 胡家豪。爬高的时候有一种超级兴奋的感觉。那高空马戏对我来说呢，就是一个自我挑战跟自我实现的一个项目。好，我是Watson 吴冠伟。在50公尺高的高度直面我的恐惧，从坐到站起来，你看到了一个新的世界。